来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啊，这个叫做"独当一面"，对吧？独当一面，独当一面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来学这个新的课程，让 ChatGPT 为你独当一面。来，前面呢，他已经为我们模拟了这三位朋友有可能会提出的问题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跟他说啊，我现在更加紧张了。面对这么专业的问题，我该如何回答他们呢？请你帮我回答一下啊，或者请你告诉我怎么回答，请你帮我回答。每个问题的答案都简洁的罗列三小点。人家可能会提这么多问题，你如何让 ChatGPT 独当一面，是吧？我们自己没办法啊，没办法。回答这么多专业的问题，我们可以请他给我们提供参考，看到没有？来，继续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把所有有可能在创业路上遇到的困境、困难都向他提出，在左边这里创建专业的对话，每一个项目创建一个对话，跟这个项目相关的所有问题全部都请教啊，都在这里互动。来继续啊，你看，哇，这里他说你的预算是多少？我们的预算大概是50万元。这个50万元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前面你们去看啊，最前面的时候看到没有？最前面的时候我已经说了，起投资金50万，对吧？然后现在我们连1万块钱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，是吧？你看他来龙去脉理得特别清啊，他说我们的预算大概是50万元，其中呢需要1万元的起步资金用于店面租赁，是吧？装修或采购设备等方面，然后我们可以说继续。哇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一句啊，你太优秀了，非常感谢。哇，他说祝你的素食馆能够顺利开业并获得成功，太厉害了。